地理记得很标准吗，小朋友？那是我爸爸教我的。那你爸爸是新调来飞狐旅的？对呀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蓝妞。你爸爸姓蓝？不是啊，我爸爸姓高，我叫高蓝妞。爸爸，我的宝贝儿，等着急了吧？还好吧，爸爸，我在和一位阿姨聊天。随时发生变化呀，蓝妞，你不是喜欢跟黑龙玩吗？走，咱们看黑龙交飞盘好不好？蓝妞，去跟黑龙玩啊！爸爸，那你呢？爸爸有点事情。乖，去吧。蓝妞，我们跟黑龙玩。起步走。